这个你不要的，对啊，他把你收掉，都接收了，是吗？可是我都还是抱怨，我都很虚的。飞哥，你是都，他第一天就这么轻了。哎，我第一天就，波千已经上去了，波千一上就捞底啊，我们上在沙漠呀、啊，公路呀、啊，他干什么状态？你说上波千的意义在哪里？不会去吹到，然后就跑掉了。哎，东西一掉，风一动，重量增加，然后一咪咪，不到，即使不到，我包那个摔不坏。杰西，等下摔给他看，摔不坏？不可能，摔不坏。杰西，等下摔给他看，包波先，包尿布包完，摔不坏。我说八九年前还是十年，我那时候在飞的，然后在飞，我就到。有一个老先生在那边点，晚上每天都要飞两三个小时。故事啊，注意听哦，然后我就说：“先生，您贵姓？”我姓吴。啊。然后进去问他，你还记得吗？跟他打交道。后来我来这边，后来才认识。我也是这样来见的，没有。那是被人家吐槽，我就是看到你知道吗？我就闭关修炼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每天去，他每天都在那里。我就看到一个孤苦伶仃的把我拉过来，每次都被人家约你飞了什么鬼？好，闭门苦练。那时候，等到我再回来的时候，八九年前，没有啦，我飞这个龙舟六年多啊，六年半。那你记得吗？在那个地方？对啊，你跟你儿子来飞啊？晚上，基地我们一人一只啊。对，因为我说很喜欢装跟嘛。我第一次飞机啊，我什么基地啊？怪不得苦练，然后修炼在那边一个人，被人家笑啊！晚上在那边闭关苦练，然后白天来这边耀武扬威了，抓到了，被他抽霸道。我们以为他天天来而已，晚上还加班，有赚到。哎呦！好，你们给这个。是门将，已经示范过了，你会跟他交流。是门将，是吗？你如果昨天跟昨天阿敦比完了，超好笑，真的超好笑。阿敦就妈，我在第三轮拉他的是门将，这飞机没有成这个飞机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真的忙着拍，你知道吗？